近日，刘恺威婚内出轨王鸥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。王鸥作为风波的涉事方，除了微博发布了一条还能不能好好玩耍之后，一直没有回复。11月12号下午，王鸥现身南京参加活动。活动之后，王鸥回应了这段时间的传闻，否认涉足刘恺威婚姻，称：“谢谢大家的关心，我没有介入任何人的婚姻，与刘恺威只是同事合作关系。”对于他曾经与张哥结婚的传闻，他也表态发声：“我从来没有过婚姻史，我与张哥先生确实交往过，求婚照片发生在其他人的婚礼上，但我们之后没有走到一起，更没有结婚生子。网上的婚纱照片只是一起拍广告，我们早已分手，希望大家也不要再去打扰他。”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